这是一个位于 Mission Hill 的一个41.5位的一个 house 一楼。这个 house 挺新的，一进门，目测这里是0.5个 bathroom。这边是第一个房间，有两扇窗户。这边有个衣橱。这里是第二个房间，有一扇窗户，同样也有一个衣橱的部分。这边是第三个房间，同样有一个衣橱。这里是一个完整的 full bathroom。这边是第四个房间，有一扇窗户，同样有一个衣橱的部分。